里汉土豆超人。如何？欢迎去好莱坞之旅，并参与我主演的最新的影片《太空中的蔬菜》。只要找到这张金奖券，就能获得这个千载难逢的美国之旅大奖啊！妈妈，能帮我们找到土豆超人的金奖券吗？拜托了。这个嘛，全世界只有一张金奖券。所以只有最幸运的人才可以找到它。哦，土豆里有什么东西？这就是那张金奖券。哦，这就意味着，没错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去美国了。佩奇和他的家人正坐着飞机去美国，兔小姐是机长。我是你们的机长，我们很快就要抵达美国了。应该是的，有谁知道美国在哪儿吗？我从来没有去过。你不会错过的，美国真的非常大。是不是那里呀？我来问一下。你好，下面的人，这里是美国吗？是的，女士，是美国。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马上要降落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美国。哦，兔小姐很荣幸为你们服务。你们想去哪里玩？你说你是兔小姐吗？是啊。可是这位也是兔小姐呀。每座城市都需要有一位兔小姐。说的没错。再见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这里是好莱坞吗？好莱坞当然不是，这里是纽约。上车吧，我带你们转转。